金奖导演陈果，千万悬疑力作，所有的人都消失了，现在只剩下这辆小巴，还有我们十几个人。穿过狮子山隧道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城市就已经不存在了。十七位乘客开往末日世界，我已经失踪六年了。死亡恐惧见证人心，是他杀死了冰娜，唯有活着才是回家的路。那天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。2月14日晚上9点，卫视电影台。